到钱呢、啊？这些国家现在反而才是吃到苦果。反观的是说呢，其实 CNN 的态度很明显的，他去专访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，他讲了非常关键的一句话，算是定海神针呢、啊。因为刘德英呢，在面对一些非常尖锐的黑问题的时候，他就有条不紊的去解释说，台积电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重要位置，就算中国打来，他去占领了这个台积电，台积电也不可能去让中国的这个让它顺利运作，因为里面有跟美国、日本的即时连线，有非常多专业的一个工程人员，这些都不是说哦，你去开战啊，然后呢去把台积电占领之后可以有的。那他就讲说，这个台积电其实不只是对全世界、对中国、对美国、对随着所有人的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。泰山的噶啦，无一个几只鱼，啊，都用筷啊，都个那个麦酒皮的麦酒干嘞，都硬硬硬硬硬硬硬，啊，你操作，万岁！